嗨，大家好，我是 Cass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我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科技盛会 Apple WWDC 2025开发者大会，即将在6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这次大会呢，不仅有我们期待已久的 iOS 19大更新，还即将迎来苹果重磅推出的 Apple Intelligence， 也就是 AI 人工系统。那不只是开发者，我觉得这次大会呢，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使用 iPhone、iPad、Mac 的用户呢，都息息相关。那开发者大会呢，在6月9号至13号举行，主题演讲 Keynote 是定于太平洋时间，也就是美国西部时间6月9日周一上午10点开始。那届时呢，将在 Apple 官网、Apple TV 应用和 YouTube 上呢做直播。那本次开发者大会呢，即将采用线上为主的形式，提供超过100场的线上课程和实验室，所有开发者都可以通过 Apple Developer 应用网站以及 YouTube 免费参与。不过与前两年类似，苹果在6月9日于加州的苹果园区呢，也安排了一场特别的活动，邀请大约1000名开发者和学生到现场观看，并与苹果团队互动。苹果此次预计发布 iOS 19、iPadOS 19、MacOS 16以及 WatchOS 12和 TVOS 19以及 VisionOS 3等各大系统的重大更新，以及全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系统。那往年呢，是 WWDC 呢有时也会发布硬件，但截止目前呢，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今年会上新品。那如果大家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一键三连哦。那首先呢，我们从最受关注的 iOS 19说起。苹果这次很有可能带来一个更简约、沉浸感更强的界面设计，像是锁屏啊、通知中心和控制中心呢，都会有统一的视觉风格，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全新的动态小部件。更重要的是 AI 功能呢，将深入整合进 iPhone， 特别是在 Siri 和原生应用中， Siri 呢将会变得更聪明，可以处理多步指令，就比如说你发信息告诉妈妈我会晚点到，或者是说提醒要晚上六点买菜等等，这种复杂的操作都在 Siri 上就可以完成。那另外呢，在照片备忘录以及呢 Safari 的邮件里呢，也会加入智能分类，比如说摘要、 AI 写作辅助功能等等。另外呢， iPhone 16系列的用户呢，甚至有可能可以在本地运行部分 AI 模型，比如说自动整理相册，或者是离线翻译以及生成文本等等。那另外呢， Siri 不再是垄断默认语音助手的地位，因为苹果正计划在系统中开放语音助手选择权，也就是受欧盟数字市场法的影响呢，苹果正在开发新功能，也就是允许用户更改默认语音助手。这就是意味着在未来的更新中呢，用户可以在系统中设置将 ChatGPT、 Alexa、 Google Assistant 设为 iPhone 的默认助手。那不过这项功能呢，预计会在首先在欧洲上线，那主要是为了满足欧盟监管的要求，但一旦正式推出呢，不排除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呢也会跟进。那对于很多果粉来说呢，让 ChatGPT 或者是 Alexa 取代 Siri 呢指令是难以想象，但是在当下 AI 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呢，自由选择智能助手呢，正逐渐成为行业趋势。那与此同时呢，苹果也在对 Siri 进行一次大幅度的升级，更聪明的上下文理解，也就是 Siri 呢将能够理解你当前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朋友发来一个地址，你可以对 Siri 说把这个地址添加到他的联系人的资料里， Siri 就能直接识别信息并进行操作。那另外还有就是更强的记忆能力，那 Siri 呢将会记住你近期使用的所有的应用和内容，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响应。那以及呢，连续对话无需重复背景信息，比如说你可以连续对 Siri提问，它会保持上下文理解，不再每一次从零开始理解你的话。以及呢，自由切换语音和文字输入的用户呢，可以在 Siri 交互的时候随时在语音和打字之间呢切换，就变得更加的灵活方便。而且呢，将会提供全新的视觉界面。在 iOS 19中呢， Siri 的激活动画呢将更具有科技感，会显示一个沿屏幕边闪烁的光圈，暗示其能力已全面升级。那此外呢，苹果还有可能会与 OpenAI 以及 Google 等公司的 AI 领域呢展开更多的合作。因为去年呢，苹果其实已经在系统中整合了 ChatGPT 模型，为用户提供了生成式 AI 的功能。而且根据 Google CEO Sundar Pichai 透露呢， Google 也有意与苹果达成协议，最早于2025年的中期呢，将其新一代大模型 Gemini 引入 iPhone。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呢， iOS 19在后续更新中，用户在使用 Siri 的生成式 AI 功能的时候呢，可能除了 OpenAI 的 ChatGPT 4之外呢，还能选择
Google Gemini 作为回答的引擎。那苹果显然希望集各家所长，为用户提供更强大的 AI 体验。总的来说呢， iOS 19作为此次 WWDC 的重头戏，既有界面美学的大幅革新，也有 AI 智能的全面渗透，那再加上一系列的贴心实用的新功能，绝对是苹果粉丝今年最期待的升级之一了。那另外呢，也有一些人性化的功能也在传闻中，比如说锁屏界面下长按显示天气、日程、健康状况，以及呢息屏显示呢也更加的智能化，更强的个性化推荐系统。那同时还有就是卫星短信功能呢下放到更多的机型。那本次 WWDC 的最大主角之一呢，毫无疑问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其实这其实是苹果为 iOS、macOS 以及 iPadOS 等系统打造的本地加云端混合式 AI 系统，主打隐私保护与性能效率。那它可能会包括呢苹果自研的大语言模型，以及用户支持自然对话、写作、摘要等能力。那另外还有就是 AI 自动处理文档以及邮件呐和消息的工具，那以及图像生成或图像理解，比如说相册自动整理或识别，那以及针对开发者开放的 API， 可用于调用 AI 功能做 App 增强。那今年的另外一大看点呢，无疑是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动态。苹果将这些新的 AI 功能呢统称为 Apple Intelligence， 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高。那苹果也表示 Apple Intelligence 呢是融合生成式模型的威力和个人设备上下文，能够创造文字和图形以及跨 App 的执行操作，并利用用户个人信息呢为其日常任务提效。那这一切都是要以隐私为前提，因为呢通过苹果的私有云计算，也就是 Private Cloud Computer 架构呢，在设备端和云端之间呢灵活调用 AI 计算。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苹果 AI 的愿景呢是既要发挥大模型的智能，又要保护用户的隐私，以及在本地处理绝大部分数据，仅在需要时呢请求加密发送到苹果自己的服务器计算。那今年的 WWDC 2025呢， Apple Intelligence 无疑会有进一步的扩展和升级。那其实 iOS 19呢还有很多 AI 的新功能，比如说智能电池管理以及实时翻译和更聪明的 Siri 等，这些都是属于 Apple Intelligence 的版图一部分。那除此之外呢，苹果可能还会将去年的 AI 功能呢扩展到更多的系统 App 中，相信会在更多的语言和更多运用中呢受到支持，让用户几乎在任何可输入文本的地方呢都能调用 AI 辅助写作。那你可以在邮件啊、备忘录甚至第三方聊天软件中让 AI 帮你润色措辞或者是概括要点，非常的方便。那今年苹果或许会展示这些写作 AI 的更多场景下的应用，那同时呢会新增 Compose 续写之类的一些功能，帮助用户根据主题自动生成内容初稿等。在图像创作方面呢，苹果去年的 Image Playground 功能呢是允许用户通过描述来生成所需的图片和表情，所以今年的 Apple Intelligence 呢预计会提高生成式图像的质量和效率，并且呢鼓励更多的第三方 App 通过 API 调用这一能力，比如说社交 App 中的一键生成趣味图片，还有办公 App 中呢根据内容自动生成插图等等，以及还有就是通知和信息摘要，也是 Apple Intelligence 大显身手的领域。那另外 macOS 16呢将会继续优化多窗口任务管理，可能会加入更多的 AI 辅助的工作流功能，比如说 Finder、 邮件、备忘录这些原生的 App 呢也会加上 AI 自动分类和摘要的功能。那有消息称呢将会支持本地运行生成式 AI 模型，可以说对 M 系统芯片的性能呢真的算是一个大的考验。那同时呢 iPadOS 19呢在多任务处理呢会更加接近 macOS， 比如说浮动窗口以及分屏增强。那同时还有就是 Apple Pencil 呢也将获得新的 AI 辅助功能，例如说草图自动美化、手写识别增强。那对 iPad Pro OLED 屏幕呢会有针对性的动画优化和 UI 的升级。那这次大会呢也会讲到 Vision OS 3以及 Vision Pro 的一些新功能。Vision OS 3呢将会强化 Apple Vision Pro 的空间体验，以及更沉浸的多任务切换，还有就是空间视频的拍摄和回放功能增强。那更多的呢是与 iPhone 以及 Mac 的协同方式，比如说 Mac 屏幕空间化可能带来的 Guest Mode， 让这个访客更方便使用 Vision Pro。 那同时呢并且不排除会发布新一代的 Vision Pro 2或者是轻量版的 Vision 头显，
那这一次是否会有新的硬件亮相呢？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啊！目前有两个硬件呼声最高，搭载 M5 芯片的新款 MacBook Pro 以及 Mac Studio。那关于 M5 芯片笔记本电脑，大家可以看我上一期视频哦。M5 呢依然会采用更先进的制程工艺，那以及呢它是3纳米的第二代，并且呢重点优化 AI 能力。那如果发布的话，很有可能会展示 M5 跑 Apple Intelligence 的一些效果。那同时呢，新款的 Apple Vision 头显呢，它是更轻便、更低价，主打大众市场。那同时呢 ，Apple 可能还会把这些硬件呢发布延后到秋季，因为在我们 WWDC 上呢，至少可以看到支持和开发商接口的一些预告。那所以这次开发者大会呢，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所以我认为，无论你是观众、开发者、媒体创作者，或者是科技爱好者呢，都建议大家去参加这次盛会，因为你可以第一时间获取 Apple 系统的更新技术的细节，那以及呢，还有了解最新的 SDK、API 以及架构的变更，同时了解新科技的一些趋势。还有就是得到官方的指导以及实时答疑。那同时呢，如果你是作为内容创作者或者是媒体人，那第一时间掌握热点话题，吸引流量。如果你是作为普通用户或者是果粉，当然了，你可以预览 iPhone、 Mac 等设备即将升级的一些新功能，以及了解秋季新系统上线后自己的设备会获得哪些提升。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你是否说考虑要换新设备，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那同时呢，通过这次会议呢，可提前的判断设备是否值得升级。那如果你是作为企业或者是创业者呢，可以抢占新平台，占先机。因为 Apple 每次推出新的平台呢，都会引发一个新的开发生态，早入场者容易获得先发优势。那如果你对 iOS 19新 AI 功能或者 M5 芯片感兴趣，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会在 WWDC 发布当天第一时间带来重点内容解析。那如果你对这次盛会有什么期待呢？欢迎留言告诉我，让我们来一起追这场科技春晚吧！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见啦，拜拜。